想到后面是你，我应该不需要这么认真盖。对，放宽心。是这样吗？猜不出来啊。对啊。我超爱看神话的。刚刚谁在他后面的？你告诉我，他真的有爱看神话吗？他盖的蛮神话的啦。他盖的是像很像山海经吗？有点像金瓶梅。真的要看过玩过才知道他在盖什么。我不知道在盖什么。酱油你应该 OK， 除非你没玩过那款游戏。我拜托你了吗？我相信我自己，只要有自信。你已经十点了，十点了，快按下去吧！你一定有听过，噔噔噔噔噔。哇，特征盖出来，特征盖出来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对了，我相信。特征，特征。对，猜得出来。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你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特征盖得很大哦。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应该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按下去了，可以下班，按下去吧，下班，这么想下班？他那个好长哦，谁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长，谢谢，我知道，谢谢，不是，我抬头看到一个东西跑出来。叫哈基赶快按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去欣赏那一根。好，我不管了啊，这个就算了。好。哦。啊！居然就这个，就这个阿凡达。九颗奶奶，这是人吗？九颗奶奶有传承哦，这么神啊？不是。到底男的女的啊？这是人吗？还是史莱姆啊？就这个吗？看到就猜这个不是吗？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。没有啊，这是啥？完了！我怎么想到风之谷啊？不是，这是手机游戏，你怎么会没玩过？哇！对啊，他是头发长的嘞，他长头发嘞，不对。没有这个神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出这个的，一定是歪到这样的。哦，所以这是歪的。哎，不对，他有人有两段染发的人吗？他帮忙染的吧？这个叫漂染，好时髦哦！是他弟弟不是猜我的吗？对啊，我真的被气死。来思考一下，这么可能哦！我先至少他不是至少说那个不是奶奶，那个是肌肉，那是肌肉。哦哦，好笑！其他随便你啊，气呼呼。他应该是这个啦，应该啦，随便你。有啦，应该猜到了啦。就那个九个奶奶那个嘛，九个奶奶嘛，很强啊。九个肌肉，九块肌。完了，该不会不是应该我跟酱油是同一个 level 的吧？我们是同个 level。海星酱油 ，go go！ 是啊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神还是恶魔。哇！我要笑死了。被揍死！你等一下，这个猜的题目，我连看到答案都不知道他在猜什么。布拉基手，布拉基是宙斯的儿子。他很多儿子跟女儿哎、欸。啊对啊。啊，这个泽平盖是什么？布拉基提什么？你布拉基啊？马那只马？哎、欸，真的。布拉基是下面这只哦。你们自己去搜狗啊！你们觉得布拉基长得像？你布拉基是他骑的这个驴吗？是女吗？不是啊，是这个人吧？这个人哦，是这个人。所以说他就是野蛮人。干嘛？这个人一半在墙壁，瞬间变成奥丁。哈哈，
瞬间升格了。哇哦，变他爸了，长一辈了，长一辈了。啊，起码还有亲属关系啊。我后来真的没看到这东西，太原始了吧。哇哦，哦，驴子缩小了。哦，原来有八角马，好不好？八角马啊，八角马，宙斯吗？宙斯他妈吗？他独眼呐、啊，独眼啊，宙斯没有独眼啊。我以为是来不及看、欸，宙斯也有，宙斯有啊，宙斯没有独眼啊。你是说之后那个吧？所有照片都有独眼呢、欸，没有，那是奥丁啊。奥丁呐、啊！哦，奥丁呐、啊！我盖的是奥丁呐、啊！靠、啊！他猜米菲猜成宙斯啊！你盖是奥丁，你没错，你没错，秋风很对，错的是米菲。是宙斯、啊、耶稣吧？耶稣都出来了！给你个头、啊！反应盖那么好，还有雷，我一盖就猜宙斯了。那个雷像宙斯啊，又没错。好笑啊！天公伯啊，众神之神呢、欸？耶稣，天神呢、欸？耶稣来劈你哦！双巨人，尤尔，哎，我猜对了、欸，好不好？尤米尔，对啊，原来是尤米尔。所有巨人的这个祖先啊，冰霜巨人，帅吧？这盖这个帅吧？帅帅帅帅，你看双巨人哦，猜对了，碎碎碎。这猜不出来，双巨人也怪怪的嘛。这全都是冰双巨人变了，他怎么变了？冷吧，全球暖化啦。阿凡达啦，看了一点放一题，如此的澎湃，再看你不去啊？有穿吗？对啊，有，我们是唯一几米歪的啊！我完了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看不出来。完了，难怪最后变了，艾莎。他是巨人啊！他的内内还比长臂下面呢、啊。他的内内下垂了。Oh my god！ 而且逐渐变矮了，有没有？一比一比矮，全球暖化，是有多冷啊？后面那个是融化的鱼渣，融化全球暖化，我操！啊，这打潘朵拉，啊，没有，你要打开这个盒子，你有没有看地上？看地上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金苹果，有没有？潘朵拉里面有一个好的，有没有？但是你马上就关闭，然后就哇中毒了，厉害，有，你可以命名希望啊！太少了吧，就盖一个箱子，然后这样子地板上的东西。潘朵拉的盒子就是这样啊，太烂了吧！吧神作好不好？你去卖好不好算了啦！潘朵拉的盒子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，灾厄就跑出来，最后的宝物在里面，他就吓得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哦。潘朵拉，你们看，抱歉，这是什么？什麼你看这里是什么？潘朵拉的盒子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看到我第一个想到魔术方块、欸，魔方没有北欧神话，北欧神话，哎、欸，我们在猜北欧神话。我这样，我觉得他盖的也很烂。可是你怎么会猜？你中北欧神这一题哟、哦！哎，北欧神话也只有一个，也只有一个盒子而已。猜宇宙魔方。我跟你讲，我跑进 Google， 然后看特征有没有人的脸是长得像盒子，就没有。然后就有观众说，这看起来是宇宙魔方。我就你干嘛信观众啦？宇宙魔方我啦。哎，我本来想要猜。你看看你们看完，完了，宇宙魔方来了有没有？死还有传说异动，潘朵拉的盒子直接，哈，哎，北欧神话大哥，这么久，酱油跟米杯，北欧神话好吗，大哥？没有这个北欧神话，没有。转到漫威，再转到动画里，哇。果然不会懂，我笑得心好痛。哎
我的脸 好酸哦。阿提米斯，哇塞，阿提米斯神，好像是月神，是不是？月神哦。嗯。对不起，我看到这个弓就直接猜丘比特。哦不，就是你。我不知道他是谁啊。月有月亮没了。没有，我看到弓就直接先猜了。后来看到观众的答案，我也不能改啦。没有，爱神丘比特才没有长这一头乌黑的不青蓝的秀发。对不起，丘比特应该要画爱心才对。哇，丘比特长这样啊？你这一根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你这弓，你这弓弓错了啦，这弓不能直的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弓没办法拉，你是不是拿反了？弓是有弧的，不是直的。弓是有弧的啊？不是吗？爱神丘比特有啊。果然是歪了，有没有？果然。没有啊，这黄金这个是硬的，没错啊，但拿过去没错、啊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样子简单明了哎、欸。对啊，简单明了。可是人家是月神。简单的题目就很 OK， 爱神丘比特，哇，就人家是月神、哎、都是拿弓的、啊，都是拿弓的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马弓，换马弓，人家是月神，伊登，伊登，伊登谁？哦，他就在卖魔镜口，伊登好像是青春之神吧？伊登有箱子吗？为什么要有箱子？伊登的头歪掉了。有点像鸡耶、欸，对，像鸡耶、欸，很像鸡的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很像鸡耶、欸，你配？不是，它不是金色的、啊，然后鸡呀，是一只鸡，马都变成鳄鱼是歪了，发色都不一样了，好笑哦，有像鸡，有像鸡。还有机关有没有？赫里斯，赫里斯，他好像一个动画的人不知道，这只我不知道。果然盖了什么都猜不到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又是什么？这其实是动画的啊，真正的神话是丽丝，是女部的丽。哎、欸，不知道什么，看到这个想到 EVA。路西法，路西法。可以知道，你看有玩过有玩过吗？哦、有玩过应该知道吧？有胆子吧？露西吧，这你有玩过应该知道啊！哒哒哒哒哒，咔！哈利西普，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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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苍蝇，苍蝇的王恶魔。苍蝇王，露西把盖的这么好，你在那边苍？苍蝇王，我 Google 到，好可怕！哇哦！你看他这个，你看他这里，他这个兔身像不像我们平常打苍蝇的时候？你搜寻露西法，你就会看到了。那吗？耳骚真的真的、啊、真的，你上网查就有了。原来是露西法，苍蝇王啊！哦，这个歪，这个歪，就看到露西法了。没有，至少再怎么样，这样也是猜的是神话的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啊，至少不是宇宙魔法，宇宙魔法，宇宙雅典娜，雅典娜，是雅典娜，雅典娜啊，跟我印象的不太一样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哇哇，好牛！这才是我印象的雅典娜，这才是雅典娜，这才是雅典娜。他会喊出什么？你不是还有生命吗？这才是雅典娜，他就是那个被监督的那个动漫污染的啦。不认识，什么？不认识，都是不认识，被动漫污染了。不行，这多棒啊！你看，这根本就这谁？雅典娜，这谁？你谁？这女神是哪位？那干什么？水桶妖。你看哦，阿志哦，我不认识你的，你看也超像战神的。你谁？去看圣斗士星矢啊！没看过那个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太好笑了。这手绘。这手绘。六个。九个那个鹿头。哇！喂！没有，这样我跟你不同 level， 我跟你不同 level。大力士，九个乳头，你看他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猜到哎、欸，你好猛哦、喔！好屌哦、喔！
梦哦你！哎、欸，这样你还猜到，真的很强哎、欸！你还猜得到，有点强，你真的很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他敲的都不穿了哎、欸！哎呀，反击这样也猜到哇！这个其实盖的还蛮像迪士尼的、啊，这有啊，对啊，迪士尼的，迪士尼的，来，还有哎、欸，有没有？这才叫做肌肉！哇靠！两段染发，两段染发，十八个乳头，真皮毛，真的皮毛啊！皮毛，肌肉，乳头，哎有啊，这也是海格力士啊。是不是、啊欸？有没有都猜到了？耶、yeah, ！我的，我的没有整没歪。哇！居然你能会没歪？炸的、哦，是吗？笑死了！我歪的这么凶，你的竟然没歪，我的好猛哦！果然大家都爱海格力士，大力士永垂不朽。那为什么要九个乳头到十八个乳头？我觉得那个装巨人的地球暖化真的很棒，你从上面看过去，双巨人在地球暖化真可怜。我们还有环保议题耶！第三个真的不晓得，米菲，你那真的不晓得在干嘛？一直在缩水耶！我的天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进化史就是原本旁边有冰，不是冰融化光了。阿米菲那个是连人都融化了，难怪双巨人只能变神话了啦。对啦，都变雪人了啦，都融化了啦。第三个有够小，收工下班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大家，拜拜了，晚安，拜拜。Bye bye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